我们要玩出我们的乐器 A Shakers 啦，来，对，我们现在呢要玩我们的 A Shakers 了。那我们呢今天呢要唱的这首歌呢是 Doodle。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教材里面 Doodle 的照片。好，这首歌呢它是一个 swing， 就是摇摆拍。那有看到我们在教材里面的图片呢，它是一个 band， 一个乐团，对不对？它其实是一个爵士的乐团。对，所以摇摆拍呢很重要，就是有爵士的曲风。那这首这样的曲风其实在小朋友的儿歌里面也比较不常听到哦。对，那什么叫摇摆拍呢？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它今天呢要展现就是一个大拍跟小拍之间的长然后短的对比。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特别强调这个部分，让小朋友感受到。我们先吹一个音哦，嘟，来，再一次，跑到头上。鼻子，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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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像这样，哔哔哔。耳朵在哪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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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好，我们先放在我们的这里，我们的地板上。准备喽。很重要，就前面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小拍子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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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肚子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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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跑到身体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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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转很快，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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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呢我们跟着 CD， 好，我们一起呢再说完一下我们的 A Shakers 哦。很重要就是刚刚小明老师说的，就是小拍然后大拍，小拍大拍。好，
我们可以在前面的时候，嘟嘟嘟嘟嘟嘟嘟，前面的时候我们用小碎步，嘟嘟嘟，再用大步走，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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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很像是小老鼠要出去一样，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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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听一下我们口风琴的声音，我们练习一下我们的音感哦，跟小明小老师一起唱，我们就唱嘟好了，好不好？听一下声音哦。非常好。